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一周我们学的内容，然后我先把这个情景动画给大家播一下，然后让大家先来看一，在开始前呢，先看一看上一周主要是学习了词和这个字的读音，包括一些简单字的一些笔顺的一些写法，然后我们这一周就开始来学习读这个小短文。大还是小？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我自己穿衣服的时候，我自己系鞋带儿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我够不到按钮的时候，我听到雷声喊妈妈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有时候，我希望自己不要长大。更多的时候，我盼着自己快点儿长大。好，这个啊是我们这一周要学习的内容，名字叫做大还是小？大和小在汉语里面啊，这个字是比较好写的。通过上一周的学习呢，我们认识了非常多有关于这一节课当中我们会的一些字和一些词。好，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复习一下这些字，我找出来了。有几个这些上一周我们学的比较重要的一些词语啊，先来一个读两遍，时候，时候，觉得，觉得，自己，自己，很，很，穿衣服，穿衣服。快，快，这一共是6个词语，包括有2个字啊。好，请小朋友来读一读吧。有没有谁上线的比较早，可以试一试啊？可以举手来试一下，有没有？好，Emily 试一下吧。时候，觉得自己很穿衣服快，读得非常棒啊，而且字音读得也非常的准确。好，Eva 试一试吧。好，时候，觉得自己很穿衣服快。读得也很棒啊。啊，目前你们两个上线的比较早，所以我们今天来复习的时候呢，就复习这个时候，觉得自己很穿衣服很快这几个词语呢，你们要给它掌握到位。好，接着呢，我来放一下我们这一节课需要学的，也是这个小短文。我们看内容呢不算很多，我们一边看着文字，一边听一下录音的朗读。大还是小？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我自己穿衣服的时候，我自己系鞋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我够不到按钮的时候，我听到雷声喊妈妈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
有时候我希望自己不要长大，更多的时候我盼着自己快点长大。好，这个呢稍微比较简单一些啊。我们来一边看着图啊，一边来学习。首先我们先看两幅图，这两幅图分别是，我们来看啊，第一幅图，你觉得这个小朋友他在干什么呢？对啊，很明显啊，这个小朋友他在穿衣服啊，一边呢妈妈在看着他，一边呢他自己在穿衣服。而第二幅图我们来看这个小朋友他在干什么，对，他在乖乖的系鞋带。所以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孩子们呢都长大了，而且自己的事情呢会自己做。所以呢我们就说，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因为他认为自己很大了，所以他能自己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能干的一些事情。所以第一句话就是，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好，再重复一遍，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好，紧接着第二段呢就来说明为什么他会觉得自己很大呢。我自己穿衣服的时候，我自己系鞋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好，这里面有一个这个字啊，系啊，当动词来讲的话呢，它念系字啊，它是一个多音字，但是在这里面系鞋带的时候呢，它就念系这个读音啊，系鞋带。好，再重复一遍，系鞋带。好，我再重复一遍第二句，我自己穿衣服的时候，我自己系鞋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好，这两段我再念一遍，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我自己穿衣服的时候，我自己系鞋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好，谁愿意来试一试？只有这两句话啊。举手的 Emily， 你先来试一试吧。我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我自己穿衣服的时候，我自己系鞋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读得非常棒，字音也非常准确。艾米丽的进步非常大，继续加油。好，艾娃试试吧。好，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我自己穿衣服的时候，我自己系鞋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字音读的也非常准确啊，很好。好，悠悠。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我自己穿衣服的时候，我自己系鞋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你的读音也非常准确啊，非常棒。好，汉尼汉武来试一试吧。汉尼汉武分开读。我是汉武。好，读吧。有时候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我自己穿衣服的时候，我自己系鞋带的时候，我觉得我觉得自己很大。
好，汉尼。是汉语的什么？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那我不想觉得，我自己穿穿衣衣服的时服候。的时候，我自己系鞋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好，你们两个一会儿我再读的时候啊，再跟着再来读一读啊。好，都读完之后呢，我发现有个别的读音啊，比如说这个啊，系鞋带啊，系鞋带。好，我再来读一遍，你们可以自己呢再来跟着我再来念一念啊。一般这个我们多读，读熟了，我们都知道它的字音，就能读得特别准确。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我自己穿衣服的时候，我自己系鞋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好，这时候呢，这个小朋友们呢都觉得自己很大，通过穿衣服和系鞋带都能够自己来做。所以呢，他们都觉得自己呢很大，长大了。好，那接着，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哎，把大变成了小，因为有时候我们有些事情呢是自己做不到的，需要大人来帮忙。我们来看，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从哪里能够感受到我自己很小呢？我够不到按钮的时候，按钮啊，这个词我们可以读一遍啊，按钮，按钮，够不到，够不到。有时候你伸手的时候，因为那个开关和按钮是一个意思啊，就是当有的。家里面的开关呢，安的就这个按钮安的就比较高，因为我们的个子局限于你有时候会够不到，所以呢，这时候就需要大人呢来帮忙。我够不到按钮的时候，我够不到按钮的时候，我听到雷声喊妈妈的时候。我听到雷声喊妈妈的时候，这里呢有一个非常陌生的一个词源，这个是雷声，因为我们当这个下雨的时候呢，首先会看到的是闪电，看到闪电之后呢，我们会听到雷声，轰隆隆的雷声啊，所以当有雷声的时候，我们的胆子还特别的小，所以我们呢会经常躲在妈妈的被窝里面啊。让妈妈来保护我们，所以我听到雷声喊妈妈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我觉得自己很小。好，再来一遍。我够不到按钮的时候，我够不到按钮的时候。我听到雷声喊妈妈的时候，我听到雷声喊妈妈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我觉得自己很小。好，我连着再来读一遍，我这一次读得慢一点。我读完一句之后，给大家留时间，然后你看着我的鼠标啊，跟着我鼠标的速度，然后自己来读。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我够不到按钮的时候，我听到雷声。
喊妈妈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好，谁来试一试？好，我们按顺序啊，悠悠来试一试吧。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我够不着按钮的时候，我听到雷声喊妈妈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嗯，非常棒，这是够不到啊，不是够不着，够不到。Emily，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我够不到按钮的时候，我听到。雷声喊妈妈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嗯，非常棒啊，读音都很准确，再流利一些就更好了。艾娃，好。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我够不到按钮的时候，我听到雷声喊妈妈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嗯，读得特别棒啊，而且字音读得特别准确。汉尼汉武，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我够不到。那你喊我在不在？在。好，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我够不到按钮的时候，我听到。我听到我听到雷声喊妈妈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嗯，特别棒啊。好，下一个。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我够不到按钮的时候，我听到雷声的喊妈妈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嗯，特别好啊，读音比刚刚有很大的进步啊。好，接着我看看还有没有同学。修远试试吧。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我够不着按钮的时候，我听到雷声喊妈妈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嗯，我觉得你特别棒啊，读音读的也非常的准确。好，那这个呢，我们这一段呢，跟刚刚的我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和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形成了一个对比啊。当我们很大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会做自己的事情，当很小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大人呢来帮我们去做。好，那紧接着我们来看，有时候我希望自己不要长大啊，我们都盼望着自己呢能够永远都是小孩子啊。
但是呢，更多的时候，我盼着自己快点儿长大。这儿有一个词啊，后面加了一个儿，那证明这个点加上一个儿点儿，这是一个儿化音啊，所以一会儿你在读的时候，你的舌头啊要卷起来，快点儿啊，你可以自己先来试一试啊，快点儿，快点儿，快点儿，哎，这个点儿在后面加了一个儿，你就要把这个词语呢给它儿化，儿化了，那你的舌头呢就要稍微比刚刚呢再卷起来一点点，快点儿，快点儿。好，我们来读一读这一句啊。更多的时候，我盼着自己快点儿长大。这里有一个词盼着，上面呢这儿有一个词叫做希望啊，希望。有时候我希望自己不要长大，更多的时候我盼着自己快点儿长大。好，我再来读一遍，这次我读的时候呢给大家留一点时间啊，然后你们来读。有时候我希望自己不要长大。有时候不要长大，怎么不要长大？希望，希望不要长大，希望自己，希望自己不要长大。更多的时候，我盼着自己快点儿长大。好，再来一次啊！有时候我希望自己不要长大。更多的时候，我盼着自己快点儿长大。好，这次我倒着来啊，倒着来。修远先来吧。修远，你先来读这两句啊。有时候我希望自己，我希望身体不要长大，有更多的时候，我觉得我盼着，我盼着，我盼着自己快点长大。好，能不能再读一遍？再读一遍啊！有时候我。希望自己不要长大。更多的时候，我盼着自己快点长大。嗯，特别棒啊！好，汉尼汉武来试一试吧。有时候我希望自己不要长大，更多的时候我盼着自己快点长大。嗯，特别棒啊，这快点读的特别好啊。好，接着。有时候我希望自己不要长大，更多的时候我盼着快点长大。好，这句再读一遍。更多的时候我盼着自己快点长大。嗯，读得非常棒啊。好，接着 Eva。 有时候我希望自己不要长大，更多的时候我盼着自己快点儿
长大。嗯，读的是读的也特别棒啊，字音读的都很准确。好 ，Emily 试一试吧。有时候我希望自己不要长大，更多的时候我盼着自己快点长大。好，这个词儿跟我读一遍啊，快点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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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刚刚儿化没有读出来啊，我们要读把儿化音读出来，快点儿长大，快点儿长大。对，很棒啊。好，悠悠试一试吧。悠悠呢？有时候，有时候，有时候，我想希望，悠悠读了没？有时候我希望自己不要长大，自己不要长大，更多的时候我盼着自己快点长大。嗯，特别棒啊，读音也读得非常的准确。好，那接着我们来再听一遍录音，一边听一边来纠正你自己的读音，看有没有错。这个我发现现在对于我们小朋友来说都已经非常简单了啊，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已经学会了。好，这次我来放着录音，你们来看着字啊，来读一读。大还是小？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我自己穿衣服的时候，我自己系鞋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我够不到按钮的时候，我听到雷声喊妈妈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有时候我希望自己不要长大，更多的时候我盼着自己快点儿长大。好，这个呢就是大还是小。那我们现在放松一下，来看一个刚刚我在之前播的这个小视频，你再来通过这个动画再来熟悉一下。大还是小？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我自己穿衣服的时候，我自己系鞋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我够不到按钮的时候，我听到雷声喊妈妈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有时候我希望自己不要长大，更多的时候我盼着自己快点儿长大。好，这次我们来挑战一下。怎么挑战呢？直接把这个文章啊，把这个小短文给它读下来啊，一共是三个有时候，也就是三小节啊，三小节啊。下面呢我来先来读一遍啊，然后你们一会儿读的时候呢也要读的稍微慢一些，不要太快，注意把字音读准确。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我自己穿衣服的时候，我自己系鞋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我够不到按钮的时候，
我听到雷声喊妈妈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有时候我希望自己不要长大，更多的时候我盼着自己快点长大。好，这次我们从悠悠开始啊，从悠悠，悠悠把这一段给他读下来，让我来听一听啊，看你掌握的怎么样。好，开始吧。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我穿衣服的时候，我系鞋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我够不着按钮的时候，我听到铃声喊妈妈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有时候我希望自己不长大，更多的时候我会快点长大。我盼着自己快点长大。嗯，好，读得很棒了啊，已经读得非常好。好， Emily 试一试吧。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我自己穿衣服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系鞋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我够不到按钮的时候，我听见雷声喊妈妈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有时候我希望自己不要长大，更多的时候我盼着自己快一点长大。嗯，读得特别棒啊，读得很好。好，艾娃。哦，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自己穿衣服的时候，我自己系鞋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我够不到按钮的时候，我听到雷声喊妈妈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有时候我希望自己不要长大，更多的时候我盼着自己快点长大。嗯，读的也特别棒啊。好，汉尼汉武。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我自己穿衣服的时候，我自己系鞋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我够不到按钮的时候，我听到雷声的时候，喊
妈妈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有时候我希望自己不要长大。更多的时候，我看着自己快点长大。嗯，给汉武鼓掌，特别是不是汉武吧？读的特别棒啊，汉武特别好啊。好，下一个。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我自己穿衣服的时候，我自己系鞋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我够不着按钮的时候，我听到铃声喊妈妈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小，很小很小。有时候我希望自己不要长大。更多的时候我盼着自己快点长大。嗯，你们两个今天读的都特别棒啊，汉尼汉武特别好。好，修远在不在？修远，修远还在吗？修远，如果你在的话，你举一个手啊，一会儿你随时可以来读一下啊。好，那我们来接着来看一看啊。嗯，当我们觉得自己很大，或者是觉得自己很小的时候呢，我们都应该怎么样呀？自己的事情自己来做，争取我们自己能够完成。好啦，这节课呢，大还是小，我们就已经学完了。还记不记得上一周让看大家看了一个小儿歌，叫做《别说我小》。这里面呢一直在重复啊，在一直重复说了一句，我们来听一听啊。别说我小。说他很小，一个是妈妈你别说我小，我既会洗脚又会穿衣。那当然爸爸你也别说我小，因为我会擦桌子我也会扫地。那奶奶呢，你也别说我小，因为我会浇花也会种花。那爷爷呢，你更不能说我小，因为我还会做非常非常的活多的这个家务事啊。所以呢这个小儿歌呢就一直在重复说着，爸爸妈妈其实也是教你们啊，要把这个儿歌呢也可以给他读一读说一说，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小儿歌啊。好，我们今天呢是大还是小就已经学完了，因为还有一些些时间，我们把上一节课的内容也再来复习一下吧。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节课学的是什么？明天要远足。好，我们先来看一遍这个小情景动画，再复习一下。明天要远足。是他们的东西。翻过来，唉，睡不着。那地方的海真的像老师说的那么多种颜色吗？翻过去，唉，
睡不着。那地方的云真的像同学说的那么洁白柔软吗？翻过来翻过去，唉，到底什么时候才天亮呢？这个故事啊非常有意思啊，不知道你们忘了没有，应该提到明天要远足就应该想到，唉，翻过来睡不着，唉，翻过去还是睡不着啊，这个很有意思。那爱呢也是一个语气词啊，用在我们比如说叹气呀 这个上面呢会非常的有趣儿一点啊。所以呢在这个文章当中呢有许许多多的这个语气词，也就是唉，我们第一次啊接触这样的词语。谁来读一读吧，这次我们从后面来读吧。汉宁和汉武来试一试吧。汉宁汉武来试试吧。翻过来唉，睡不着，那地方的海真的像老师说的那么多种颜色吗？翻过去唉，睡不着，那地方的云真的像同学说的那么洁白柔软吗？翻过来翻过去唉，到底什么时候才天亮呢？对，才天亮呢。好，读得很好啊，没关系。好，下一个艾巴试一试吧。翻过来唉，睡不着，那地方的海真的像老师说的那么多种颜色吗？翻过去唉，睡不着，那地方的云真的像同学说的那么洁白柔软吗？翻过来翻过去唉，到底什么时候才天亮呢？嗯，读得很好啊，这艾娃读得特别棒啊。 Emily 翻过来唉，睡不着，那地方的云，那地方的海，的真的像老师说的那么多种颜色吗？翻过去唉，睡不着，那地方的云真的像同学说的那么多种颜色、那么洁白柔软吗？翻过去唉，到底什么时候才天亮呢？嗯，读得特别棒，特别有感情。好，修元先来读读这个吧。翻过来唉，睡不着，那地方的海真的像老师说的那么多种颜色吗？翻过去唉，睡不着，那地方的云真的像老师说的那么洁白柔软吗？翻过来翻过去唉，到底什么时候才天亮呢？嗯，读的也特别好，而且特别流利。悠悠，翻过来唉，睡不着，
那地方的海真的像老师说的那么多种颜色吗？翻过去，睡不着。那地方的云真的像同学说的这么洁白柔软吗？翻过来，翻过去，到底什么时候才天亮呢？特别好啊，没有什么问题。好，大家呢，这个通过上节课的复习呢，能够感受出来啊，读的都特别特别的棒。好，那我们呢，把明天要远足给复习完之后呢，我们再来返回到大还是小。好，我再来读一遍呢，你们再来跟着我来读一读，因为要反复的来读，这样才能加深你的印象啊。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我自己穿衣服的时候，我自己系鞋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我够不到按钮的时候，我听到雷声喊妈妈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有时候我希望自己不要长大，更多的时候我盼着自己快点长大。刚刚修远不在啊，修远我请你来读一读吧，把这一段给他读出来。修远这会儿在不在？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我自己系鞋带的时候，我自己穿衣服的时候，我自己穿衣服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我自己系鞋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够不到按钮的时候，我听到雷声喊妈妈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有时候我希望自己不要长大，不要长大。更多的时候我盼着自己快点长大。特别好啊，下去之后再读一读啊。好，下面这些时间呢，我来放这个小录音，你们呢来跟着重复的来读一读啊。有些同学有个别的字音呢，老师读的不准确啊，再来听。大还是小？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我自己穿衣服的时候，我自己系鞋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我够不到按钮的时候，我听到雷声喊妈妈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有时候我希望自己不要长大，更多的时候我盼着自己快点儿长大。一会儿结束了之后，把这个音频啊，课余的时间呢，来。我小。我小，我会穿衣和洗脚。爸爸，你别说我小。
束了啊，所以说我是在重复的给大家呢再放一下这里面与它相关的一些动画，包括语音跟读，你们可以呢多听多读，然后呢确保我们的这个读音呢能够读准确。我再播一遍这个大还是小的情景动画。大还是小？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我自己穿衣服的时候，我自己系鞋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我够不到按钮的时候，我听到雷声喊妈妈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小。有时候我希望自己不要长大，更多的时候我盼着自己快点儿长大。好，通过这个读呢，我们能够感受到啊，这个大，不管是自己大还是小，我们都需要啊，盼着自己有时候想让自己长得大一点，有时候呢也希望自己能够小一点啊。嗯，我来放一个雨点儿。雨点儿这个呢，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小文章，因为它有大雨点和小雨点之间的对话。原来悠悠在读的时候啊，都能读出来这个大雨点和小雨点不同的这种感觉。我们再来听一听啊。雨点儿，数不清的雨点儿从云彩里飘落下来，半空中大雨点儿问小雨点儿，你要到哪里去？小雨点儿回答，我要去有花有草的地方，你呢？大雨点儿说，我要去没有花没有草的地方。不久，有花有草的地方，花更红了，草更绿了。没有花没有草的地方，开出了红的花，长出了绿的草。我非常喜欢这个小这篇小文章啊，而且它的动画呢，这个情景动画做的啊也非常非常的棒。从不管是大雨点还是小雨点它们之间的对话，能够感受到我们大自然当中的有花有草的地方和没有花没有草的地方呢，我们都需要通过我们的双手呢去保护它们，不能够去摘花。我们要提倡给大自然多种一些树呀，能够保护我们周边的大自然。所以这篇小文章，这篇小短文啊，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小短文。下去之后呢，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再来复习复习，再来读一读啊。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吧。等到一会儿呢，我把这个课文的朗读还有第二课时的课件呢一起呢发到我们群里面，如果需要的小朋友们呢可以到群里面去保存。好，那今天因为我们的任务啊很快就完成了，所以我们今天感觉到非常的轻松。上一节课呢，上一周我们在读词语的时候就感觉一直在不停的在读啊，所以我们要劳逸结合啊，有快一点进行呢，哎，稍微轻松一点，而且该读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读。好，那我们下周再见吧，拜拜小朋友们，再见，拜拜拜拜。好，那我就下线了啊，拜拜。好，再见。